3-2，从第六题开始到第10题就是进阶的版本。第六题就是8+9，八加九十七，跟十七没有关系。很笨的意思。8+9，我怎么觉得是8-7？对，就是8-7，就是8-7是很笨的意思哦，就是白痴的意思。8+9很笨的意思。对，九是情侣的，不是，但骂人的。8+9，你这个8+9，就你很八婆，不行，你但八婆不是。这跟台语有点关系，大家知道吗？知道吗？8+9，例句有想加 ，OK。哦，那个男的一直随便乱呛人，真的很8+9哎，没风度，算有点就是那种我们会讲一些就是飙车啊、抽烟、喝酒、吃槟榔这种人8+9，肥宅，对 MK，kind of MK， 很台吗？是坏的吗？是坏的，觉得自己很帅，流民，流氓，流氓。是头文字 D 那种吗？还是我要直接讲答案？讲吧，就是小屁孩的意思。太好了，8+9台语8+9是8+将的意思，就是庙会那种8+将，就是跳8+将的人都是那种辍学生，就是那种庙会那种穿布偶、跳舞祈福那种。那种三太子。三太子类似那种表演者，通常都是一些辍学生，就是读中学没有读完。可是现在就是庙会活动都是专业的人士，对，是8+9就是屁孩。第七个厂厂，工厂的厂。很惨。不是惨惨。波波摸波来的。对，因为他有一个哦，可是我不懂长脸啦。他是注音符号，顺带一提，台湾不用拼音，我们用注音符号。Oh. 对，这两个字的简体字很像台湾的注音符号的某一个。拜拜，就是拜拜。什么时候可以用？是一些什么 YouTuber 啊，在表示笑的时候会用到这个。拜拜。这个长长的简体字是呵呵，我们注音符号这个很像简体字的长，所以就是我们在打呵呵，就是哈哈哈呵呵。加两分吗？一分是可以，一分一题。所以现在是3-3的。Yes， 哎呀，又平手了，这个哇，有点紧张刺激。很激烈。对，好，现在第八个这样，三宝。充电宝。不是充电宝，形容某一群人。哦，妈宝的 friend 吗？妈宝。不算妈宝，开车你开车开到一半，突然有人就是乱切或是一些危险驾驶，你就会说哇三宝来。马路三宝，保时捷吗？三个群体合在一起，大妈、鲁莽司机，就很不会开车的人，新手驾驶，不遵守交通规则的人。三宝来自就是女生、老人跟老女人。家有三宝，对，就是类似就是马路三宝，就是说哦，这三种人。sexist， 对，这是一个 sexist， 就大家不要乱用，就大家就是三宝就是统称就是不会开车或是不遵守交通规则的人，所以现在是4-3。哎呀，哎呀。对，第九题 call 很 call 很 call， 对，孤鸿，孤鸿不是高雄，不是，吝啬，吝啬，吝啬，他意思是讲吝啬，对对对，孤鸿哦，对，就是指一个人很 call， 对，就是很会算，就是很吝啬，对对对，就是普通话很 call， 很 call 啊，广东话还孤鸿乖，孤鸿是高雄，孤鸿乖，孤鸿，孤鸿，孤鸿乖，孤鸿。孤鸿，好，反正就是吝啬鬼这样。是，现在4-4，对，最后一题了，哇，最后一题，紧张刺激，对，好，第十题叫踹共，什么情况？这是个呛人的方式，就是假如说你现在想怎样踹共啊，驳嘴吗？想打吗？早打，早洗，早洗，就是神在操个地方，类似出来打，我觉得出来打像一个表情。对啊 ，Winky 这个比较接近台语是出来共，出来共，出来共，就你出来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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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来共啊，出来共，出来共，就是你出来讲了，很厉害就对了。出来共就是出来打，对。好，所以现在就是5-4，这就是 Winky 香港队获胜。Winky 出来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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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谢谢大家，大家都棒。以上就是10个台湾的网络用语跟俚语，这样就如果大家想要学更多的话，可以就到底下留言说你想要学什么，或是你想要听到什么样的语言之类的，就大家都可以就是留言告诉我们，然后我们就会拍各种影片。我想知道其他文化也可以跟我们说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